林思辰，你有没有工作心啊？你这发出这么大的噪音，我怎么睡觉啊？98，99，100。我有严重的失眠症，有效的锻炼能够促进睡眠，虽然没什么用，但运气好的话，还能睡2-3个小时。所以说，你就把别人用来睡觉的时间拿来运动了。顾西西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对我的身体有任何的幻想。思辰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吗？你坏心眼太多了。好，今晚我去书房。等等，我想了一下哈，我们今天第一天结婚，你要是去书房睡的话，他们会发现的。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是在要求和我睡？想得美，各睡各的。睡那儿。你床又不睡。林思辰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签了合同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告你。睡不睡是我的事儿，床是我的。你干嘛？地球是圆的，就像个橙子，沃尔苏拉再也无法忍耐，如果你非发疯不可，就一个人发疯好了。你非要发出声来吗？我读书一定要念出声的，反正你又不睡。像个不识字的小学生一样。他喊道，别想用你那套吉普赛人的胡话教坏孩子。妻子7点了，林思辰，你要疯啊！我昨天晚上睡着了。你哪是失眠症，你就是没有睡着。我真的有失眠症。那可能我读书比较催眠吗？
我以前读书看书怎么没有这样的效果？难不成怪我吗？今天晚上继续给我读书。今天比以往晚了一个小时，就不太像你的作风了。睡过头了。是医生给你开了什么特效安眠药吗？不知道，昨晚上陪着顾西西一下子就睡着了。陪他睡着？你不会假戏真做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只是在同一个房间睡。还有人能让你陪睡？闭上你的嘴，叫人过来开会。哎呦，新婚少奶奶起这么一大早啊。你有啥事你快说。哎，我们的网店被停封了3个月。李小雅，你对我们网店做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有做啊。那个客服说什么我们违反规则出售虚拟商品。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阿拉丁的链接。停封3个月，我喝西北风去啊。你现在是尹家少奶奶，喝西北风的是我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说什么？我说喝西北风的是我。你是尹家少奶奶，才不会喝西北风呢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你这个塑料姐妹花。冷静一下。听我说，我尹家少奶奶。我跟李思辰都签了合约了，我用一下他的名号不过分吧？太不过分了。你好，我想找一下商户部门的主管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预约？你好，这位呢是我们影视集团尹思辰的夫人顾西西女士，我们忘记预约了，不知道能否见一下你们商户部门的主管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有规定，无论是谁必须都要预约。那名号也不好使，就是啊，一点都不管用。西西，莫总，莫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工作。这么巧啊！那你们是来？我们是来找商户部的主管的。你如果在这上班的话，你认不认识他呀？不太熟，但是我可以帮你们联络一下，莫总。谢谢啊。没事，不客气。